在台湾有很多的弱势居民是到处被迫迁，而且还得要接收到来自于官方跟公权力的打压。所以今天我们不打算回去了，如果没有一个正面的诉求，我们今天就在这边夜宿新北镇政府，好不好？朱立伦，朱立伦，迫害弱势，迫害弱势，捍卫家园，捍卫家园，保障人权，保障人权。但是你今天要用强制来讲，你敢想遮人民有厝无得，都无法望拆，要住倒，无当住，住无路嘞。既然政府就利用你的权势，你是官不是民嘛？你要安怎嘛？对唔？要来规就来规裁你的嘛？是不是？人民就无烦嘛？人民的十五条，宪法十五条，马哥，人民的自主权，你讲对不对？为什么拆除？不管你，反正我三几十年后走，你就反正爱走就对啦。在阮遐，机场十五公顷，征收十五公顷，机场嘛才多少钱？五万尔。除了出卖，要去八栋的四十楼啦，要去八栋四十楼，要上大，拢嘛才到大好人、大官好人住啦。阮这个到处，住路边啦，即摆比流浪汉无当住。所以 AM 大家请大家起劲要打击 AM 嘛。台湾社会跟台湾政府到目前为止仍然提不出具体的安置措施，任由这些弱势人民要离开他自己的家园。好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来跟社会说明这件事情。举行三一自救会，下面有大家一起走，走路，走路。好了好了，对了对了，请会长讲一下话。我们这边要抓他，该打，知道吗？要说明一下。再说，好走。那成绩单上面没有良心吧？你们是要保护人民，不是要来欺负人民的啦！你们把立即解散离开，如有不从啊，我们将依法就办，依法就办。文官报告。上次就和刘会长黄文忠已经被抓走了，交出来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交出来！我们先把队伍整好，等一下，我们先把人讨回来，好不好？好！先把队伍后退。我也猜到了。因为我们的防爆台，我们的两个人，我们放，再放，
都没有，我都没有武器，天涯不能怕狼，我都没有，我家许嵩做谁，我他不见我他不昂，弱势打许嵩，我都没有武器，咱家许嵩啊，弄来刚刚在推的时候，警察带武器，要敲头，把我抓伤，所以有这个流血。为什么警察要针对人民呢？警察不是保护了人民，为什么要打伤要受伤？还有武器。你们主管是谁？给我出来！你的主管讲，这边负责人是谁？出来！叫你们现场指挥官出来！叫你们现场指挥官出来！你凭什么抓人？这家伙现在出来！你讲，你讲，你讲！为什么没凭抓人？五次举牌了，五次举牌，然后呢？你执行什么职务？你给我讲！维持秩序？什么秩序？维持法律秩序。你凭什么判断？他们当时没有在抗议，在反问呢。我们已经完成既定程序。既定程序，我们往后推。让朱文台先讲一下，给记者讲清楚。干嘛？不要推，给记者讲清楚。有几个人？要维持我们维持秩序。哇，还在那几个人？我们局长在反问，怎么会可以就这样抓人呢？好，谢谢谢谢，好，感谢你。干嘛？不动他。我们已经容忍一个小时了。违法聚会呢？违法聚会来了。你照程序啊！你他妈叫法官来判，你们警察凭什么做基础判断的？刚才那一段有谁录下来的？准备好。好，你看下被警察抓伤了，被警察抓伤了。被警察抓伤了，这边有流血。今天要确定的处境，赶快叫。警察打人了，你看，抓伤了，警察也抓伤了，你看，抓伤了。哎，警察大勇气啊！抓人了。第一个，如果你们能够承诺，让我们一个安心的方式，承诺说绝对不会绕高铁，安尼就拢无事啊。而且也有无济，过年后只要我们得到迄个承诺，我哪当配合公共工程？现在就是我们看不到那个承诺在哪里。可以把我们的所谓的这个草案啊，把你们纳进去的相关文件都发里面，这算不算？对，那到时候会回溯吗？会回溯吗？事情记者会回溯说到什么时候吗？就是说，我觉得有两个部分你们可能要先理解。第一个就是行政部门，我们会愿意照顾这些这个比较弱势的，或者是因为被公共工程影响到的民众。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，这个部分也要议会同意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对，但是我们必须要经过议会同意这个程序。是，没有议会同意之前，我市政府凭什么承诺你说我一定可以把它放？那是不是可以的？一定会在你，懂我意思吗？他们一定会努力、啊。所以说我们一定会把你纳进去。我们担心的就我们会协助你们，我们就一定会把它放进去。对，我们担心的是就像刚才那个自治条例也是一样。对，我们承诺你们说我们会尽量帮你们兼顾到你们最大的权益。那如果争取不到怎么办？我们也在议会里面这样子的努力啊。是，你懂我意思？现在就是争取不到怎么办？我们当时已经怎么办？你不让我争取，我怎么争取得到？那是不是争取到之后，我们马上配合？争取到，我们马上配合。你争取到，我们马上配合。争取到再拆嘛。